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，今天吃的是这些。当当，自己做了一份披萨，这个披萨的饼胚是一个半成品，然后这个是炸的一个芝士棒，还有那个洋葱圈，鸡肉洋葱圈。这是用空气炸锅炸的。这是我今天做的一个奶茶，赶紧把这个鱼圆给它浸泡，要不一会儿干了。这家伙就稍稍晚了一会儿，这几个小玩意儿就粘一起了。不过好在还算及时。好吃。我今天用的是这个塔塔酱。先给它分开。我上次外卖那披萨吧，挺干巴。看看我这个，哇，看能不能拉丝儿。这里边我放了杏鲍菇和那个香肠，用黄油和黑胡椒给它炒了一下。像这种东西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咸口的。
哇，这个是又热乎又松软又香又好吃。哇啊，好松软呐、啊。这完全都不会干，那火腿我切了挺大一片，还挺厚的。话说这个饼胚是我买啥送的来着？忘了。披萨真的是要趁热来吃，哇，啊，拉丝状态。而且我个人觉得，就在顶上铺的东西一定得厚实。就是大家做这种披萨的时候，在家里边有条件的话，尽量把那个肠类给它炒一下，炒过的香肠特别香，口感很好。嗯，真的超好吃。我这奶茶做的没有那么甜，这个边边也要吃了。我这个边边就是烤的有点像那种老式的饼干那种酥脆的感觉，我话说我这个披萨怎么感觉比我上次点那个外卖大了好几圈不说，还厚了好几圈。啊，我的食材，太美味了。哎，这个塔塔酱说实话没有那个蜂蜜芥末酱好吃。
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吃这个塔塔椒。我感觉我做这个就挺豪华，挺质朴。边边的终极考验，实际我也不太爱吃边边。但是不能浪费。还好有这个圈圈搭配的圈。这奶茶今天没少喝呀，我是做了900ml， 现在剩下200多的。凉丝丝的。OK， 本期视频拍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